今天刚从杭州回来啊，然后下午就给大家去看了一个迪士尼，然后小北现在就带着笑盈去看他一个圣诞保罗的包包，就行程紧锣密鼓的给大家安排好。然后我刚看迪士尼回来，因为上回有很多朋友买的时候品质是可以，就是因为上回发货的问题有一点点小小的纠纷，我刚去跟他们老板谈了一下，让他们这次啊一定给大家把发货的问题给安排好。然后现在趁他们不在，安排的龙虾今晚我要亲自下厨，准备了桂皮、八角、香叶、干辣椒、花椒和两个这个打副手的厨师啊，我是主厨，主厨只做龙虾，副厨负责刷洗龙虾、剪龙虾，然后洗碗啊，开始弄。剪虾组，剪虾组，吃水果组。现在小七把虾给洗好了，我用盐和料酒把它腌一下。在我们女子组小西和我表妹的努力下啊，葱姜蒜辣椒小白菜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这个大厨要开始动手了。哎，好久没回来，这个油烟机有点生疏啊。放点猪油啊，蘑菇肉片汤，放了油，放了水，然后把水烧得微微开。水烧的差不多了啊，现在把肉片给放进去，然后把蘑菇加进去，蘑菇好多啊，盐，一点点酱油，点老抽，哦，多了，还好可以挽救，汤烧好了啊，出锅了。哟，老抽放的有点多，哦，烫，蘑菇肉片汤出锅了，撒点葱花，汤刚做完，我们北总就回来了，我给你做了龙虾，真的吗？嗯，还可以吧，顶着我有一点点的，你这去看个品就把别人的包给背回来了，是啊。啊，就是我选了这一个，然后向颖选了这个，这个、小西，我就是我们来的路上还在打赌，他说小西肯定喜欢这个，他肯定喜欢这个，等我，结果真的挺这两个类型也不一样。现在在排时间，我说尽量排在5月20号之前，520嘛，对，姐妹们收到自己心爱的包包，你看我连那个皮带都还没有拆，哦，好看，有点点感冒啊，老罗，这两个好看，你感冒找老罗也没用啊，两个你都给我买了吧。啊，好不好？两个你都给我买了吧。你的包都比我的衣服多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夏天穿裙子好看呀，这个。这还有个长的袋子也。这还有个长的袋子，你斜挎。好，来，我刚要做龙虾，我来做厨师，你来做摄影师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让谁做一下吧？让表妹小西做一下吧，我感冒，难受得很。那你去休息吧。重头戏来了啊！我们北总感冒。菜籽油。然后要加点猪油，这样的话就香一点。油多不坏菜，然后干辣椒，先要把这个油给稍微烧热一下，等一下就葱姜蒜小米椒把它爆香，然后再放点干辣椒，火锅底料，桂皮、花椒、香叶，还有什么来着？桂皮、八角。我告诉大家，做湖南版的麻辣小龙虾诀窍之一，不管怎么做啊，做的配料比龙虾多，那就味道一定很不错。因为配料的味道把龙虾的味道给掩盖了。下龙虾，
哎呀，这个锅都装不完了。很多朋友说做龙虾要用油炸，其实我得出的经验吧，你不用油炸的话，那个肉还好一点，还口弹一点。其实这个锅太小了。啤酒加龙虾绝配，啤酒没过龙虾。开上锅盖，把它焖15分钟收汁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开锅。把加点黄瓜进去，让它把汁给收一下。好香啊！忘记放葱头了，还是？老罗不错，好香啊！应该再放点紫醋叶的，但是没有的话，就只能靠我的厨艺来凑了。不过啊，这一锅龙虾成功做到了我之前讲的精髓，就是配料比龙虾多，那说明这个龙虾就做成功了。我有，哎呀，出锅了啊！成功的把3斤龙虾做成了6斤的感觉，哎呦！哇塞！我要做的菜做完了啊，剩下的就交给这些女将们了。清炒小白菜又一个做好了，我们一桌子菜都做好了啊，唯独遗憾一点，我们北总今天身体不好，就不喜欢吃了，就不吃饭了，没什么胃口。一会儿就给他做个绿的粥，龙虾、小白菜，这是我们小西炒的芦笋，这是我们湘银拌的莴笋，这是我做的蘑菇汤。一大屋子的女人要准备吃饭了啊！然后我们的主角今天就是他身体抱恙。哎，胃口吃饭就可惜了，好好的本来想表现一番的，没想到回来就身体不舒服了。哎，就是每做一个大厂之后，他身体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啊。大家一起要给小北同志给他分担压力啊。好的，我带领大家。哎，我们的北总要分担一点压力啊。好了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吧。来，先尝一下我的龙虾做的好吃吗？先说一下。啤酒小龙虾。还可以吗？是挺辣的。好吃吗，小南？好吃，好吃，就辣，怕辣。说真话。说真话都不说话了，看样子有点小失败，就配料太放多了。还好，我觉得小龙虾比较是辣的，怎么样都好吃，入味。哎，我表妹说好吃吗？好吃，辣不辣？你都没吃，肯定要给我表个面子啊！要真实的表达，知道吗？真实的是吧？嗯，老真实。嗯，那么辣。